学长，为什么你不用加入 Trauma Team 啊？这么想知道挑人的标准是什么？不会自己去问萧正勋的。先用 Pick RBC 不够再用 FFP 不行，永远回不来。妈的，自以为国外回来了不起，说我是 Technician。根据我的判断，现在应该要照 CT 才对。CT， 成本是你在管的。少主任，刘嘉伦呼吸窘迫，可能需要急救。倒想看看这个公主副院长怎么样管理我们康联。鱼帮水，水帮鱼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你好，我要挂号。沈小姐，有哪里不舒服吗？陈院长，我不接受采访的，谢谢你。现场只有我们两个医师，怎么样，做不做？这些人就是死在标准流程之下。行动就有改变的契机 ，Never Give Up， 让我们一起改变。以上节目由有信医疗集团赞助播出。